他怎么回事？像是太虚弱了。陛下驾到！臣妾参见陛下，清海宫。陈让妃，你可知宫妃自伤乃重罪？臣妾并非自伤。 简明，将纯容妃送回凤梧宫。是，不敢劳烦清海公，臣妾告退。他怎么回事？陛下恕罪，纯容妃这些日子不思饮食，心事重重，现下又流了这么多血，像是太虚弱了。 医官院的人呢？在路上，大概还要一阵子。赶紧把止血散拿过来。是。陛下只让青海公送我回来，既然差事已经办完了，青海公请回吧。纯容妃身上有伤，要及时处理，陛下那边臣才好回话。 如有冒犯，请纯容妃见谅。有劳了。 以后不要再找解开百息之法了。我做何事？与清海公有何干系？你只知表象，却不知内情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关于百息，最重要的不是其他，是血。唯有流伤方士血统的人，才可以解开百息。 公爷，公爷，方建明，看来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。